Do you like it like that? What did you tell him?所有的中国选手，我最后一次重申，请自行关注自己的比赛信息，所有的比赛信息都会出现在大屏幕上。第一行有照片，是上台需要上台比赛的选手，下面第二行和第三行是需要后面等待备赛的选手。请看你自己，参照你自己的参赛号码和自己的照片，随时等待比赛。如果过号将直接判负，直接会在系统记录你为负，所以一定要注意，请自己一定要观看大屏幕。